下午四点，孙颖莎公布喜讯，王楚钦乐开花，球迷送上祝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酷兵聊球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麻烦大家给酷兵的视频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乒，来聊一下小魔王孙颖莎。孙颖莎是2000年生人，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，从小就非常的热爱乒乓球，五岁就开始练球，展现出了很强的乒乓球天赋，在2017年正式的进入了国家一队，在2017年获得了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的冠军，在2018年也是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了国际级运动健将的称号，在2019年孙颖莎获得了乒乓球亚锦赛的女单冠军，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以及女单亚军，在2021年获得了 WTT 世界杯的女单冠军。现在小魔王孙颖莎也是世界排名第一，也是反映出孙颖莎的实力和稳定性。大家都知道 WTT 澳门赛正在火热的进行中，国乒的多名主力球员都悉数参加，男队像国乒一哥樊振东、队长马龙、大头王楚钦，女队像小魔王孙颖莎、王曼玉和陈梦三朵金花全面出战，球迷也是大饱眼福，希望国乒这次能够像之前的 WTT 河南新乡赛那样再次的包揽全部赛事的冠军。在昨天 WTT 澳门赛的第一轮中，孙颖莎是迎来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第一场比赛，在第一场比赛中，莎是轻松晋级，整局比赛都是3-0全面的压制对手马特洛娃。那么在战胜马特洛娃后，孙颖莎也是公布了喜讯，莎莎也是追平了一个记录，那就是追平了刘诗雯的22连胜记录，这个记录并列历史第三，球迷对此也是祝贺莎莎，因为孙颖莎在有了主管教练邱怡可之后，进步确实非常的快，不仅世界排名第一，而且在赛场上的稳定性与压制力更是世界第一。那么随着孙颖莎破了这个记录后，相信王楚钦也是乐开花吧，他们不仅是国乒的队友，还是生活当中的朋友，而且他们的杀头混双组合更是让对手闻风丧胆，国乒主席刘国梁更是非常有可能让他们出战巴黎奥运会，将属于国乒的混双金牌夺回来，我们也是祝贺他们。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到下方评论区点赞留言，谢谢大家。